包大人，你们为何在这儿？有刺客要袭击白小姐和萧少侠。刺客？嗯。小青，别看。你们也被刺客袭击了？没事吧？莫姑娘放心，有萧公子在，我们都没有受伤。好。莫姑娘要说什么？我们刚刚巡街，也遇到了刺客，所幸无事。 这些刺客从哪儿来的呀？听他们说，是受张大人之命。张大人？张瑶佐吗？这不可能啊！他本来可以全身而退的，为什么要刺杀我们？包大人，我先把尸体抬回仵作房了。仵作辛苦了。抬走。是。等等。他们的衣角都绣有暗花，不仔细看还真是发现不了。詹大哥，你还记得吗？当时我们和青袍人打斗的时候，他们的衣物上也有这种刺花。记得，我见到过。包大人，张瑶佐死了。立即封城，任何人不得进出。是。是。啊，现在想走也走不了了。